这样吧，你若是真想要孩子，我可以帮你个忙。哎，既然你不好意思自己去承认撒了谎，母亲那边我可以帮你隐瞒，但你自己还是要想办法。 倒也用不着怎么圆，只要月信来了，一切都明白了。你若是实在圆不下去，我身为你丈夫，是可以帮忙补救一下的。侯爷，菜凉了，快吃菜。嗯，